11月21日，黄磊转发何炅否认自己只睡3小时就足够的微博，并表示：“我和他最熟，我可以证明。虽然他年纪大了，但是觉一点也不少。”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不提年龄还是好朋友。”哈哈 哈，何老师的刀受不住了，太扎心了，黄老师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